才与挑战者黄品荣脱胎换骨，情绪掌握的真的相当不错，很好，听得出来你唱歌不一样的一个语气。台语卫冕者江宜杰正面迎击，全力捍卫宝座。高音，那尾音的处理方面，你是有很大的进步。当初的手纸变成一张空白纸，无通写，无底行。深情的对待，你用无情甲我换，伤痛的人。龙争虎斗的激烈战局就在明日之星 Superstar。